经痛大致上分成两种，一种叫原发性经痛，一种叫细发性经痛。那么经痛的这个症状是相同的哈。原发性经痛呢，子宫内膜受到前列腺素刺激而引起的收缩反应而造成经痛。那么细发性经痛呢，一般上是子宫周围的内脏器官病变而造成的经痛。经痛的症状呢，就是腹部疼痛，同时也伴随着腰背啊酸痛啊燥热啊恶心啊腹泻啊发烧啊头痛啊头晕啊，还有疲劳和不适的感觉伴随着疼痛一起发生的。形成经痛大部分的原因来自饮食，那么比如说喜欢吃冰，吃太油腻的，吃太油炸太多油炸食物，吃含环境荷尔蒙的食物，比如说塑化剂啊，那么抽烟啊压力等等啊，都会增加我们的坏自由基而造成经痛啊。LifeSpark 可以改善原发性经痛啊。原发性经痛是指啊，在月经期间我们的腹部痉挛或者是下腹疼痛啊，这个没有明显的病理疾病啊，但可能是因为子宫内膜啊受到这个前列腺素刺激啊引起了收缩反应而导致我们有感觉到经痛了。通常这种经痛在更年期就会减少。经痛期间呢，每天吃二到四包的摩拉菊，加上吃50-50cc 的 LifeSpark。那么保健期呢，每天吃1-2包的摩拉菊，加上5cc 的 LifeSpark。就能够帮助我们克服经痛的问题了。长期吃摩拉菊加这个 LifeSpark 呢，就可以平衡到我们的荷尔蒙及前列腺素，达到止经痛的效果。 LifeSpark 可以改善细发性经痛。细发性经痛呢，都是子宫周围的器官病变所造成的，比如说有骨盆腔发炎、子宫内膜移位、子宫肌腺瘤或者子宫肌瘤等等。大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身体中的这个坏的自由基过多，而导致呢攻击我们的细胞膜，直接伤害到我们的细胞，并造成细胞发炎及快速死亡或者病变的问题。那么 LifeSpark 里的纯蛋黄油跟这一个磷脂质，即 Omega-369 可以改善精神紧张，以消除体内的这个坏自由基，还可以平衡我们荷尔蒙，更加可以修复被攻击了的细胞组织，助我们恢复健康，更加能够帮助我们逆转这一个细发性的这一个经痛啊。当这些病理已经好了之后呢，经痛就会自动消失了。那么经痛期间呢，每天吃5-20cc 的 LifeSpark， 那么保健期呢，每天吃2.5到5cc 的 LifeSpark， 那么每天如果加吃1-2包的摩拉菊，再加上 CHO 呢，效果更加的理想了。